黑狐，给我等着！不光是黑狐，以后叫我你家少娘娘。这下麻烦大了。放开！你们快跑！招数吗？将军，不准动他！苏苏，苏苏，苏苏！白月初，喂，这样只会落入敌人的陷阱。拜托，你清醒过来！我努力挣扎的活着，只是妄想。至少能找到解救他的方法。我想保护他，但我发现，无论我多努力。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做才能拯救他。对不起，要控制道士哥哥到什么时候？